看，现在看，今天凌晨的梦啊，5点30分的这个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凌晨做了个梦啊，梦见好像我骑车，电车还是开车，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好像过了条路，我连忙把我车上的一个被子还不是衣服啊，就交给了我后面。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，然后呢回家了，事后我忘掉那个同学哪个同学了是谁了，我只能记得一个大概是谁，然后我就等着要去找他，要把衣服拿回来，那好像呢，然后呢又进了那个好像那个进了我那个高中校园里边，那个刮大风的时候好像东西也刮下来了。再后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衣服好像在家里，可是给我送回来，送回来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弟媳说：“哎呦，他说我最近买了一件衣服啊，那个做账的时候，我逐渐把它做进去啊。然后还梦里边做的，对一个人给我生产的或者提供原料的人。”我对他说，最近我会进一笔账啊，进一笔账以后我就有钱付给你，然后我继续生产了，好像在梦境，大体上这样，也不知道什么含义啊。我这个时候我看着天上飞碟在转啊，一边飞碟在转，一边那个后方啊在生产那个凝固剂啊。生产凝固剂啊，然后呢，凝固剂呢，不要被他们发现，用那个布把它盖起来啊，把它盖起来，已经准备好了啊，全部准备好了，正好这个时候啊，就看到了一个母啊，上来了，有根绳子跟着啊，上来的时候，正在这个要上来的时候，说梦里边不是说跑过头了吗？跑过头了，他也是跑过头了，他太嚣张了，你竟然爬到岸上来，从水里跑到岸上来了啊！然后，他上来的时候，已经看到那个，他背后有根绳子连着他的啊，有根像，橡皮筋，柔软的绳子，连着他看到了啊，原来我们在从那个魔在周旋的时候讲道理的时候啊，就在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外星的飞碟悄悄的把那个凝固剂啊，就绑在他背后的那个绳子上了啊，正在绑在绳子上了啊，基本上我们在联合作战了啊，在绑在绳子上啊，绑在绳子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正在让那个人喝下那个膜啊，我说你这么把这个东西放在，我说呢你自己，你自己，背，我包给你背的啊，把你扔出去的时候，哦，进入了什么？揭开了这个膜啊，就扒了就跑，一堆那个像硬币一样的东西啊，都是故意搞在那个，搞在那个。脏兮兮的，上面就也是涂了好多的凝固剂啊，凝固剂涂在这个硬币的表面，这样的那个就是像那金属外面又涂了金属啊，这样的话清理的就很费劲，来耗我体力的啊。他有凝固剂啊，他也是死到临头，他也有凝固剂，他有一个那个膜啊，很多了一条啊，他也生产凝固剂了啊。那个膜也在生产凝固剂，他怎么想呢？如果我们人类一定要把那个地心里把它清理掉的话，那我用凝固剂把你，我把那海洋也把它凝固掉，把这个整个海洋也凝固掉，一凝固了一个，人家谁也钻不到地心里面去了啊。然后他在地心里面享受着他已经拿来的核物质了，他足够他永生永世的吃的了啊，足够多的了。
他准备有这个计划啊，他也准备有凝固剂，所以他地心里面他生产了好多凝固剂，准备来要把海洋凝固掉，这样的呢下面，下面这样就他安全了啊。现在反过来，外星人反过来，我在他的绳子后面来一个引线，相当于啊，我把凝固剂绑在他上面，触发他你被凝固啊，干一下子就凝固住了啊。一下子就凝固住了啊！我为什么，说整个那个地心里凝固，全凝固了？原来是那个魔鬼啊，自己生产的那个凝固剂，自己生产的凝固剂，准备来想把海洋凝固掉了。凝固掉以后，就是外星人就没办法打到他地心去，准备，不是那个抽他水的时候，也是外星人挖了那个钻孔嘛。像现在那个用了凝固剂后，让他钻不下去啊！正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就提前下手了啊！提前下手，凝固剂绑在它上面一个，蹬到下面，嘣一下子触发了里边那个凝固一个，结果它自气灭亡啊，死掉了啊，死掉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既然这么惊心动魄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